这场毫无胜算的比赛，白队该怎么办？不断翻船的纳豆开始思考，为何老是赢不了喽？究竟纳豆和船老板交换船之后，有没有因为船比较轻、比较豪华而多了一点胜算呢？哎呀，看来好像是没有。纳豆，你看船老板笑得多开心呐、啊！我看你今天是很难赢喽。此时，红队三人终于见到这家咖啡店的主角了，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This is Lua.啊，鹿啊！哦，这是麝香猫哎！我一直以为麝香猫是猫，结果它长得像梨哦，跟臭鼬的感觉。所以你讲对了，这就是臭鼬的感觉。是不是我讲对了？所以这个就是他吃的这个 coffee bean。So they actually the coffee is like this. This is the poop of Lua. Poop. Yes. This is poop Lua.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便便啊，便便。他麝香猫的便便哎。他说那个麝香猫吃那个皮，他那个皮的吃那个皮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皮是甜的，对，甜的。那他只吃甜的部分，那里面因为咖啡豆是苦的，所以他本身加上他也不消化这个咖啡豆，所以他就直接把它排出来。可是因为这里的人认为那个咖啡豆是最好的，因为它消化过之后会产生一些特别的那个味道。说到这里，今天红队的挑战就是味觉大考验。他们必须猜出六杯咖啡中哪一杯是闻名于世的麝香猫咖啡，猜错的话就必须将咖啡喝完，直到猜对为止。好，现在我的六杯端上来了。我真的说一下我喝不出来，因为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咖啡的味道很浓香，然后呢，麝香猫咖啡夹杂在里面，其实现在如果不喝的话，其实靠闻闻来判断。There is one.Only one. Yes. Even the six, this one. And you know? Yes, only one. Lowest means the Chinese means. So, what coffee tastes like sweet or sour? Actually, the difference is because in coffe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different tastes. First, bitterness. What?比较顺，顺，它是顺口。Bitter 一个是比较苦的 ，Bitter。And balance 比较饱和一点，饱和。Balance，yeah。And full body after taste， 我整个身体都是有那个 full body， full body， full body after taste。It's more longer and stay on your mouth。啊，对，持久，比较持久。你说这老板啊，说要吃咖啡也要很讲究，感觉很像要在试红酒的、试白酒的感觉。老板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试喝咖啡 ？How do you taste? Taste the coffee is like this. The secret. First the coffee, you take the coffee. Number one, 英文 ，and then taste like this.Yes. 我吃拉面的感觉，然后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然后再把它那个气吐从鼻腔里面吐出来。那好了，我们三个人现在有个策略，就是说我们眼前都有两杯咖啡，反正两杯嘛，对，我们喝完之后，我们来看哪一杯咖啡是最有可能是麝香猫咖啡。然后最后再请老板来决定，就是看到底怎么选对。好，那我们先从我就照他的方式来。好，我们先每一个人先拿一杯好了。要
先闻，先闻，先闻，第一个步骤。不用第二个，第二个。要尝，对，很像吃拉面的感觉。好。好苦哦！好苦哦！哎，我的很苦哎！我的超，我的才苦好不好？我的苦到喉咙哎！我的舌头都麻掉了，我要晕倒了。坦白讲，真的。我来讲，我认为这个不好喝。那你是说顶级麝香猫的咖啡不好？我猜这个，如果说因为我们没有喝过嘛，对啊。如果要以便便的感觉来讲，我这个有很有可能是有便便的东西成分在里面。我这个还有颗粒。没有啦，那香，可是这个真的很苦哎。因为老板刚跟我说苦那个味道会持久嘛，我现在跟你们讲话，我觉得那个苦都还在我的舌根，就是。真的那个味道挥之不去，我这个带，而且有个土味，我这个带一点酸呢。我试第二个，再试第二个。这个没有苦味，我这个闻起来就是有点甜甜的感觉。好，感觉啦，我们用拉面试喝法哦。怎么还是苦的啦？真的假的？是有苦味吗？就是有苦，可是没有苦到让我会想就这样唱出来，不会，而且有回甘。而红队三人在经过讨论之后，决定相信雨桐的话，推出第四杯咖啡。We only like this most this one. We think. How do you like this one? Because it's more after taste. Yes, we feel smooth.Balance.我们先赌一把，好，先赌错了，我们再喝其他。说不定老板是欲擒故纵，对啊，说不定我们是真的，一喝就中，对啊，好了，翻了，一，啊，你不要，我们就拼了啦，一二三，翻，哒哒，啊，不是啊 ，no wrong， 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老饕，对，我们不是老饕。完了，第一杯猜错，愿赌服输了，好不好？游戏规则就是说，猜错了就罚分。好，这个由我来。太感动，太感动了。没错，你真面啊，真的，很难喝。啊。好苦哦。哎，但是你要想，这是我们三个人公认他已经是最真的。虽然红队第一次没有猜出哪一杯才是正确答案，第二次他们能把握机会吗？就说了，说哈啦，说了。好了，你代班是做妈妈的，这次换我班。你看，你们想到底是不是麝香咖啡？是不是这一杯呢？一、二、三，哒哒，错，还是错了。这一杯。叶明这么悲，都帮女生喝了。女生，身为一个男人，当然女士优先。反正这边我来喝，因为真的吗？刚刚也是，对，因为他一开始一直这两杯我都有，什么时候有？你喝不完的，我们再帮你续。今天连猜错的红队，他们能否汲取经验，在第三次猜出正确答案吗？他每次都是这样子模拟两个，对。This one is more. Okay, let's prove it. Can you can be more friendly? We are friendly. Okay. This one.